嗨，你接动了吗？各位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甜心老师，小文老师。嗨，今天非常高兴能够第一次来到一撒一撒咚咚。当然呢，今天呢，我有两边的左右护法要介绍给大家。首先介绍我左手边的大侠老师，来秀一下吧。大侠秀一下我的爆，预备起。动次动次动，哦哦，哇，这看得出来，这有点年纪哈。这是我们中年组的代表，谢谢大侠老师。轻松啊，好不好？来，我们介绍正式的我们的 hip hop 的始祖狐狸老师。大家好，我是狐狸。哦，我也掌声鼓励。狐狸老师翻筋斗，小婉老师一样也要翻筋斗耶。好哟，今天的节目就到此告一段落啊。没有没有，喂，好了，那其实呢，要提醒大家呢，我们在做这些特技动作之前呢，其实是练习了很久，所以请我们观众朋友不要做轻易的尝试这些危险的动作呢。当然呢，在我们这个运动之前，还有舞蹈之前的暖身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还没有进行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之前呢，首先我要带给大家这个暖身的动作。当然暖身的时候通常会有一些些枯燥，对不对？那我们今天非常的不一样，我们有一个非常好听的音乐呢，也是呢要这个谢谢我们大侠老师的创作。这首暖身的音乐呢，就是由我们小护士乐团的大侠老师呢带来这一首 Be Your Man。 好，先我们轻松的律动一下，来，现场的朋友一起来。好，首先我们进行到头部的运动，准备。没有要命的身高，但天塌下来了，反转。再一次。我不是唱你的谱，但为你唱情歌不用看谱。来，肩膀。想要有星夜的幽默，一起往前换。爱上你甜甜的笑容，加大。很好很好很好，瘦身了，快乐的瘦身，侧弯腰，用力的延伸，快往下压。好，尽量我们要做反边的动作，才左右两边均衡。很好，好，一起动起来，挥手，有没有很开心很开心？再一次。好，我们左右走一走，动一动动，跳起来哦，走三步跳起来。很好很好，动起来动起来。好，呼吸一下。我的背的你的幸福我一定要 hold 住。好，一样好，我们这个上半身呢运动完之后，我们进行到下半身哦。来，准备臀部运动。好，跟着我们来。有要命的身高，尽量转大一点，反转。天塌下来了呀，你不倒。再一次。我不是抢你带步。很好，很好，要放感觉吗？安慰你唱情歌，不用看谱。好，我们来，膝盖弯腰，弯下去。因为爱上你甜甜的笑容，比尔盖茨的富有。好，记得要换脚哦。我对你的温柔，虽然我好，换这边。我爱上的你是地球最美。好，把身体拉起来。快乐就是带给你快乐。来，大车轮。再一次。在你我的世界永远都是春天。好，反边。在月光下的经典恒星是钻戒。遇见你爱就是惊喜，是很好，呼吸一下。往上抓，伸展你的手臂，右边、左边，再一次往上抓。我会把你抓紧，绝对不会让你掉入深渊里。再挥手。好，动起来。
在你我的世界永远都是春天。春天来了，不是夏天终于到了。再一次在月光下的晴天，很心事转接，跑一跑。见你爱就是进行时，一生只有一次的完成。呼吸一下，我爱你，我的 baby， 你的幸福我一定要 hold 住。摇摆，我一定要 hold 住。有没有感觉很舒服啊？有，有哦。你们看，再一次摇摆，我动起来，动起来。好，大家有没有感觉到通体舒畅呢？有，这就是呢我们暖身的重要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筋骨呢暖开来之后，我们接下来的舞蹈动作呢以及你的表演就比较不会受到伤害。当然我们刚刚做的这些特技动作，再次提醒我们这个台前还有我们这个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们哦，在没有老师指导之下千万不要轻易尝试，因为会非常非常的危险，也容易受到运动伤害。好的，我们首先呢还是要问一下这个大侠老师，是因为大侠老师算是这个平民的代表，对，是素人啊，素人界代表，这是我们这三位当中最不会跳舞的大侠老师，因为我玩摇滚乐的啦。对，其实为什么今天要找到他呢？除了我们今天会带大家这个做这个舞蹈的教学之外呢，我们大侠老师会做现场的演唱哦，大家敬请期待，好不好？那等一下呢，在我们正式的这个舞蹈之前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喝一口水，我们待会马上回来。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从不肯让我送他回家。听说你也曾经爱上过他，曾经也同样无法自拔。你说你学不会假装潇洒，却叫我别太早放弃他。把过去穿梭成一段神话，然后笑彼此一样的傻。我们这么被他全部抹杀，越疼他越伤心，永远得不到回答。到底他怎么想？应该继续猜测吗？还是说好穿好了吧？找一个承认失恋的方法，让心情好好地放个假。当你我不小心又想起他，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从不肯让我送他回家。听说你也曾经爱上过他，曾经也同样无法自拔。你说你学不会假装潇洒，却叫我别太早放弃他。把过去穿梭成一段神话，然后笑彼此一样的傻。我们这么伤心，永远得不到回答。到底他怎么想？应该继续猜测吗？还是说好穿黄了吧？找一个承认失恋的方法，让心情好好地
你放个假，当你我不小心又想起他，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好的，今天呢我们要介绍的呢就是我们刚刚表演的这首失恋阵线联盟，相信部落的朋友们一定耳熟能详这首歌。那当然了，里面就是包含融合了呢他们经典的舞步之外呢，我们还结合了现在的朋友们最接受度最高的恰恰的舞步在这个舞蹈里面。那我们马上呢事不宜迟，因为暖身也暖够啦，对不对？刚刚也看过我们跳舞啦，马上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分解动作，因为非常的重要哈。我们第一个动作呢摇摆开始，先摇两下两下，一下一下一下，是不是很简单？好，反边再来一次，两下两下，一下一下一下，非常 easy。 要再一次吗？再来一次哈，五六七 go， 两下两下，一下一下，换边，两下两下，一下一下一下，你们有没有问题？嗯，没有，没有，老师我没有，没有哈，没有。马上进入到下一动，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呢，这个要有高低起伏，舞蹈就是要有高低起伏才好看。马上呢，腰要骷髅起，有没有？腰要弯下去，对，手要伸起来，然后换边，对，好，往前划开，打拍子，很简单，对不对？再来一次。腰要弯下去，换边，往前划开，打拍子，好吗？一加二，再来一次，两下，两下，一下一下一下，要非常享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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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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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是不是很简单？好，那所以呢，这边完了之后有没有？很简单，我们要。画转手花，转手花放下来，换边，转手花叉腰，再来一次，转手花放下来，一样换边叉腰啊。接下来跟前面的动作一样，因为它是这样编排的啦哈。来，马上腰要弯下去，换边啊，划船，我的帽子滴下来了，有没有？再一次，然后再一次，弯腰换边划船。等下去，好，就是这么简单。我们重复哦，一加二加三加四，好，准备，五六七，哒哒哒，只留下电话号码，从不肯让我送他回家。弯腰，听说你也曾经爱上过啊。我们刚少教一个的，很简单，侧边滑一次，正面滑一次。这边再滑一次，有没有？刚少了一个这个动作，怎么没提醒我啦？老师，你不要太认真了。啊、不是，因为不是是这样子的，因为是这样，本身老师是唱跳歌手，要跟着音乐，才有办法有动作，好不好？那我们从头再来一次哦，哈。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从不肯让我送他回家。记得弯腰。啊、听说你也曾经爱上过啊，自拔哈，侧边同样无法自拔，有没有？很简单，很简单，再来才是我们的转手画哈。你说你学不会假装潇洒，潇洒，我别太早放弃他，记得继续弯腰，把过去听说成一段神。好，最后这个没笑，我们就跟着歌词走，然后笑彼此一屁股要扭起来。有没有很简单？好，我们往我的右手边移动，好，也就是大家一起来哦。很简单的垫步两下，记得要背面，再两下，再走两步，有没有？一样，再背面两下。老师出镜了，老师出镜了，对不对？好，我们再来一次。好，这舞蹈编排是这样子，我们在原地跳会有一点点无聊，所以我们一定要左右动一动啊，记得要回来中间，大家才会看得到你啊。我们再来一次哦，往右边走，垫两步，屁股记得要推出去哦，哈。再继续背面走两步，一样，正面走两步，背面走两步。好，因为这边走很远的，好，马上要回头，左边回身踮脚，啊，这边大步一点哈。点四步之后回到中间，马上往上一个 pose， 有没有？很像巨星，要有巨星的感觉咯。 pose，
pose 有没有给你的前面的观众一个感觉 pose， 然后再化开，我们转身到侧面。到这边完了之后呢，我们从头再来一次摇摆。到侧边之后，我们镜头再给前面的朋友们，好，一样摇摆，两下，一下一下一下。两下啊，对不起哈，是侧面，这个是侧边啊，我现在是先坐正面，你坐前面，我坐侧面，对，你们坐侧边，好，再来一次哦，这样会比较清楚。那这个时候面向其实是侧面，我坐前面，大家看得比较清楚哦。五六七 ，Go， 摇摆，摇摆，一下一下一下，记得前面是两下，两下，一下一下，这边回到正面，一起弯腰，踮脚，划船，七八啊，记得这边哦，很重要的一点，本来是只有。侧边一下，对不对？前面一下，最后一个这个侧边的时候，因为刚好音乐的节奏是如此，所以这边要踮脚，踮脚三下，右左右，好，再来一次哦，哈，侧边一次，前面一次，右左右，好，这个重要的这个拍子是非常重要，要抓到这个重拍，这也是我们一个节拍的一个精神。如果跟节拍非常吻合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哎呀。这样就是对了，好不好？我们再来一次，最后一次的摇摆，摇摆，一下一下一下，摇摆，摇摆，一下蹬弯腰，一，一，蹬，蹬，侧边，前面，右，左，右。好，我们一遍歌呢，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马上要进入到这个恰恰呢，大家很喜欢的恰恰的舞步。到这边完了之后呢，重点呢就是第一步了，同手同脚要有往前有没有仰的感觉，踩一步往后踩一步前后，我们把前面这只脚要往后放的，掐掐掐，再后前掐掐掐，我们看一下侧边，好，一起来 ，and 前后掐掐掐，后前掐掐掐。再来一次，好，我们这时候其实是正面的，好，所以我们回到这个上一动，点三下 ，Go， 一二，恰恰恰，五六，恰恰恰，二二，两次，五六，回到前面侧边恰，恰恰恰，再来。换边一样，好，这边只做三次，掐掐掐。回到这边之后呢，间奏的时候呢，它刚好有一个跑步的音乐，所以我们要跑跑跑跑跑。好，我们从恰恰，再从这个洞再来一次，五六七，往前放，前后掐掐掐，后前掐掐掐，再来一次，换侧边，记得往这边，反边。左右两边要均衡，二二三四，哒哒哒哒哒。好，这边大家呢要有同时间有没有往前冲的感觉？一起往前滑，滑步，甩一甩，往后滑步，再甩一甩，再来一次，滑步，甩一甩。好，这边呢有一点无聊了，对，甩太久了，我们换一下队形，好不好？那大家随意换了，我们现在呢就是用这个逆时针的方向换一下，好不好？好，那你记得要往这边走啊，哈，准备，我们三次完了之后，恰恰恰，换位置 ，Go， 右转，摇一摇，木头人，摇一摇，再回来，右转，摇一摇，好，最后呢，我们抓自己的 pose，freestyle，pose，pose。大大大大大，好，我们就会重复的再跳一遍，好吧？我们再从头，可以吗？可以，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可以吗？那你们站前面。好啦，我站前面。老师，请不要这样欺负学生。哎、你们也是老师啊，好不好？好了好了，我们从头再来一次，来摇摆。留下电话号码。很好，让我配上我们的音乐，弯腰。你也曾经爱上过他，侧边。曾经也同样无法自拔，转手花。你说你学不会假装潇洒，很好。却叫我别太早放弃他，弯腰。
把过去穿梭成一段神话，笑哦，然后笑彼此一样的傻。往这边走两步，我们怎么在乎他，却被他全部抹杀。越疼他，你要摸哪个头？永远摸不到回答。记得回来哦，走四步。怎么想，应该哦，巨星来了哦，巨星。还是说好全忘了吧。好，这边是特别好，记得找一个承认失恋的方法。很好，让心情好，一起做咯，放个假，弯腰来，当你我不小心又想起，好，重点来哦，记得三下，在记忆里画一个蹦蹦，嘿嘿，来恰恰，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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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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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侧边的恰恰，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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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跑步跑步，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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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来一起往前，摇一摇来往后，摇一摇再一次，换位置，你要去哪里？前面的，或恰恰 pos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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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头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从不肯让我送他回家。哦，快完成喽！也曾经爱上过他，加快速度，也同样无法自拔。大家都比较熟了，对不对？你说你学不会假装潇洒，节奏快点，老师快点，别太早放弃他。弯腰，振作真一段扯，再加快，然后笑彼此一样的傻。有没有很简单？好，要很轻松的哈，屁股要推出来。永远得不到回答，到底他怎么想？应该巨星来了吗？还是说好全忘了吧？侧边来，最后一次。承认失恋的方法，让心情有没有很简单？好好地放个假 ，easy easy。当你我不小心又想起他。好，最后哦，记忆里这是第一次，一个叉，第二次就在记忆里画一个，最后一次哈，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耶， yeah， 完成了， yeah。 有没有很棒？是不是也很简单？其实啊，我觉得跳舞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因为不是要去舞蹈比赛，我们跳舞就是要快开心快乐。那么呢，所以刚刚大乔老师有左右手不分的现象，也没有关系啦，好不好？大家其实呢就是开心就可以的，平民化，对对对。那么呢，我们现在呢还没有在做一个很厉害的这个大乔老师，等一下会做现场的演唱。之前呢，我们先稍微喝一口水呢，我们马上回来，好不好？一撒一撒，动次动。让我们欢迎我们大乔老师。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从不肯让我送他回家。听说你也曾经爱上过他。来哦，台上的朋友一起动。你说你学不会假装潇洒，却叫我别太早放弃他。把过去穿梭成一段神话，然后笑彼此一样的傻。我们怎么在乎他，却被他全部抹杀。越疼他越伤心，永远得不到回答。到底他怎么想，应该继续猜测吗？还是说好全忘了吧，找一个承认失恋的方法，让心情好好地放个假。当你我不小心又想起他，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一起恰恰哼，恰恰恰恰恰，换旁边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一起动起来，往前摇一摇，往后摇一摇，哦，一起动一动，耶！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从不肯让我送他回家。听说你也曾经爱上过
不会假装潇洒，却叫我别太早放弃他。把过去穿梭成一段神话，然后笑彼此一样的傻。我们怎么在乎他，却被他全部抹杀。越疼他越伤心，永远得不到回答。到底他怎么想，应该继续猜测吗？还是说好全忘了吧，找一个承认失恋的方法，让心情好好地放个假。当你我不小心又想起他，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好了，谢谢我们的大侠老师，你可以回味休息一下。好的，谢谢大侠老师之外呢，还有我们的狐狸老师以及我小婉老师。当然最重要的呢是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们，记得周一到周五的同一时间准时收看我们的一撒一撒动子动。